圣诗第140，伊录最难建国地基，面中主角照是伊。圣主所选实在宝贵，连结连结圣会为伊，永光圣城拢无过去，人心圣号荣耀伊，请起来。
恳求圣神引导阮，在阮的心中立下做工，通予阮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尽心尽性来服侍上帝你，通予阮会当献阮本身做活祭，是你所欢喜的，是圣洁的，也愿意感恩。愿大在你面前，搁一届用你的恳求感谢，愿一切荣耀尊贵甲无量拢归于上帝圣名。愿同心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是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看见耶稣脸边大龙影，走来就问伊，甲伊讲，甲伊请安。因问因讲，因甲因辩论甚物？众人中一人伊哩讲：先生，我欲带阮囝到伊遮，伊犯着邪教的鬼，无论伫甚物所在掠伊，就甲伊吓倒，伊就流汗、咬气、过。打散去，我捌请你的学生欢喜，也因为话耶稣因讲，嗨啊，唔信的世代啊，我要甲恁带偌久啊？我要吞论恁偌久啊？带伊来就问我，伊就带伊来，就看见耶稣伊个鬼脸边，互伊带抽搐，就倒伫涂骹。变来变去，闹乱。耶稣问伊个老爸讲：“伊犯着即个偌久啦？”讲对细汉个时，老爸将伊撇落火，撇落水，要撇伊。总是你若袂做啥物，就人民来帮助我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怎样讲你若袂啊？”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囡仔老爸临边后就讲：“我信啊，我所信无教的，你着帮助我。”耶稣看见规群人走下来，就责备迄个邪神，甲伊讲：“你比较臭的人的神啊！我命令你离开即个人，无过入去。”迄个神后叫。大手拉伊就出去，迄、那个囡仔亲像死前，地教人较侪讲，伊已经死。若是耶稣牵伊的手扶伊起来，伊就起来。入厝，伊的学生暗自问伊讲：“我唔会袂管伊是怎样？”伊甲因讲：“若唔是用祈祷，即类就袂出去。”啊！伫古怪有印证真理，愿上帝赐福听从伊的话去行的，阳光对伊生命啊，一条。